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战争史纵深剖析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马其顿战役，亚历山大大帝的辉煌胜利；二、滑铁卢战役，拿破仑的最终覆灭；三、特拉法尔加海战，海权的决定性较量。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马其顿战役，亚历山大大帝的辉煌胜利。当然可以。 马其顿战役，尤其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辉煌胜利，真是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篇章。想象一下，一个年轻的王子，年仅二十岁就开始了他的征服之旅，最终建立了一个横跨三大洲的庞大帝国，简直就像是古代版的《权力的游戏》。不过没有那么多的阴谋和背叛，更多的是刀枪相见和战马奔腾。亚历山大大帝的战役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公元前三百三十一年的高加米拉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亚历山大面对的是波斯帝国的国王大流士三世，后者的军队人数是亚历山大的几倍。想象一下，亚历山大就像是一个在篮球场上面对一支全明星队的年轻球员，但他却用智慧和战术打破了常规。亚历山大采用了斜线进攻的战术，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和敌军的弱点。他的骑兵部队如同一把锋利的刀，迅速切入敌阵，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终，波斯军队在亚历山大的猛烈攻击下溃败。 大流士三世甚至在战后逃跑，留下了他的王国和荣耀。有趣的是，亚历山大在战斗中不仅仅依靠武力，他还善于利用心理战术。传说他在战斗前曾经让士兵们看到波斯军队的庞大阵容，然后故意让他们感到恐惧，接着再用激励的言辞鼓舞士气。结果士兵们在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猛，仿佛是被打了鸡血一样。当然，亚历山大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他的领导风格也颇具魅力。 他常常与士兵们并肩作战，分享他们的艰辛，这让他赢得了士兵们的忠诚。可以说，他不仅是一个将军，更是一个战友，这在古代的统治者中是相当罕见的。总之，马其顿战役不仅是亚历山大大帝辉煌胜利的象征，更是一个关于勇气、智慧和领导力的传奇故事。就像今天的职场一样，成功往往不仅仅依靠个人的能力，更需要团队的合作和共同的目标。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当然。 也希望你在生活中能像亚历山大一样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挑战。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滑铁卢战役、拿破仑的最终覆灭。滑铁卢战役发生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之一，也是拿破仑·波拿巴的最终覆灭。想象一下，一个曾经统治了大半个欧洲的皇帝。 最后却在比利时的一个小村庄里被打得落花流水，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战役的背景。拿破仑在1814年被迫退位，流亡到厄尔巴岛，但他显然不喜欢海岛的生活，决定重返江湖。他在1815年逃回法国，迅速恢复了权力。然而，这一切的辉煌都在滑铁卢战役中戛然而止。战役的双方分别是拿破仑的法军和由威灵顿公爵领导的英荷联军。 以及普鲁士的布吕歇尔元帅指挥的部队，可以说这场战役就像是一场欧洲大联欢，各国的军队齐聚一堂，仿佛在说，拿破仑，你这位老朋友，是时候给你一个终极告别了。战役当天，天气阴沉，泥泞的战场让双方的军队都陷入了困境。拿破仑的计划是迅速击败威灵顿的军队，然后再转身对付布吕歇尔。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威灵顿的军队表现得相当顽强。 甚至在战斗中还用上了防守反击的战术，简直就像是在打游戏时的反向操作。而普鲁士军队的及时增援，更是让拿破仑的计划彻底泡汤。可以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不仅是战术上的失误，更是战略上的大意。就像一位教授在考试前夜熬夜复习，结果却在考场上把答案写错了一样，令人哭笑不得。战役结束后，拿破仑被迫再次退位，这次他被流放到遥远的圣赫勒拿岛。 直到一八二一年去世。滑铁卢战役不仅标志着拿破仑时代的结束，也为欧洲带来了长达一百年的相对和平，历史学家称之为维也纳体系。总之，滑铁卢战役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提醒我们即使是最伟大的领袖，也难免会在历史的舞台上遭遇滑铁卢。所以，下次当你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记得拿破仑的故事，或许你会发现，失败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特拉法尔加海战，海权的决定性较量。特拉法尔加海战这场发生在一八零五年的海战，简直就像是一场海上的超级碗。不过这场比赛的赢家不仅仅是赢得了荣誉，还有整个海洋的控制权。想象一下，拿破仑的法国舰队和英国的海军在西班牙海岸附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较量，结果就像是拿破仑的帽子被海浪冲走了一样，彻底被打回了现实。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这场战役的背景。拿破仑当时正试图通过海上封锁来削弱英国的经济，而英国则不甘示弱，誓言要维护自己的海上霸权。于是，双方的舰队在特拉法尔加角相遇，仿佛是两位海上巨头在进行一场谁是海王的较量。战役的指挥官，英国海军的霍雷肖·纳尔逊 （Horatio Nelson） 可谓是个传奇人物。他不仅战术高超，还以其非凡的勇气和领导力著称。传说他在战斗前曾说过。 我将用我的眼睛来指挥这场战斗。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打算依赖信号旗，而是直接用眼睛观察敌情，简直是海上版的即时通讯。战斗开始后，纳尔逊采取了大胆的分割包围战术，像是在海上打了一场围棋。他将舰队分成两部分，直逼敌舰，结果让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措手不及。战斗中，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被敌方的炮火击中，最终他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但他的战术却为英国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战役的结果不仅让英国成为了海洋的霸主，还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力量格局。拿破仑的海上计划宣告失败，而英国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稳稳地坐上了海上帝国的宝座。有趣的是，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成功，还成为了英国民族自豪感的象征。每当人们提到这场战役时，都会想起纳尔逊那句经典的胜利口号，仿佛在说：“海洋是我的。” 我才是海王。总之，特拉法尔加海战不仅是一场海权的决定性较量，更是历史上一个充满戏剧性和英雄主义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海洋的霸权不仅仅是舰艇的数量和火力，更是智慧、勇气和决策的较量。就像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有时候胜利的关键在于如何运用你的眼睛去观察和应对挑战。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今天我带大家回顾了历史上几场精彩绝伦的战役：马其顿战役、滑铁卢战役和特拉法尔加海战。每一场战役都不仅仅是刀光剑影，更是智勇双全的较量，展现了领导力、勇气和战术智慧的深刻内涵。在马其顿战役中，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凭借智慧和勇气，成功地征服了波斯帝国，展现了卓越的战术思维和领导魅力。 而滑铁卢战役则是拿破仑辉煌一生的终结，提醒我们即使是最伟大的领袖也会面临失败。最后，特拉法尔加海战以英国的胜利奠定了海洋霸权，显示出战术创新和勇气的重要性。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有趣且富有启发性，他们告诉我们，胜利不仅仅依靠兵力的优势，更需要智慧、策略和团队的紧密合作。就像在生活中，我们面对的挑战也是如此。 我们需要灵活应对，把握时机，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赢得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哪场战役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你在生活中遇到过类似的挑战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见解和问题，让我们一起讨论这些精彩的历史故事。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